我生日快乐呀！来来呀！看看这里面是什么？好呀！妈妈给你打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！智能技巧板，哇！这个是葫芦派的智能技巧板，它里面有1000个关卡呢，而且还有提示引导的功能，它的显示屏还是护眼的，还有灯光特效。我们打开看看哈，哇，好高大上呀！打开一看，一个小狐狸的形状嘞。妈妈，这屏幕怎么不亮？我也不会玩呀。那妈妈来告诉你吧，这里有个装电池的，把电池放进去之后，边上有个开关，打开，等它开机之后，它里面就会有关卡，这里有开始，还有上下，它里面有100多个关卡呢。有从简单到难的，0到3岁的小朋友就可以按这种形式摆。假设这一个关卡，我们开始摆放，它会有自动识别功能，没摆好的话，它就可以再自己移动一下。然后摆第二块，第三块，第四块，第五块。来，这大公鸡的腿呢？这大公鸡的腿，这一个，另一只脚。好，你看它在自己识别，而且还有亮灯呢，还有灯光特效呢。会了吧？你可以自己玩了。你自己想玩哪个图形，就可以自己去找哪一个图形。找图形在这里找，对，上下左右就是找图形的。那这是放这里的吗？哇，好棒！排队了。哎，真棒！哎，对，还有一个呢。这个哪里？你观察观察。嗯。对吗？要调整一下。你看，这次在扫描的时候，你看，哎呀，对啦，你看灯光效果好不好看？知道怎么玩了吧？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喜欢吗？喜欢。